声呢，这一边真的很大声，这一边。我有选到这边，我们来，有小朋友很大声，很有精神。我来看看这边有一个穿，这是灰色，弟弟是穿深蓝色 Superwing 衣服的。弟弟，你站在地板上，我跟你讲，爸爸很有精神，你帮爸爸回答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我们可以采到什么水果吗？草莓。吃到草莓了吗？你有吃到了，真好！我们大家帮他拍拍手，也帮自己拍拍手。好，再来一题，要考小朋友的好不好？你们要仔细听好了，让草莓姐可是想了很久。注意听好哦，有一个谜题，请问羊妹妹的羊，羊来的猜一种水果。这样你们有猜到了吗？杨明，羊来了，猜一种水果，好吗？好，小朋友要想一下下哦，好吗？小朋友，你们都知道了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哦。爸，谁知道？耶！爸，这边真的很大声，不然这边来选一下。冷静，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选这个妹妹。妹妹，你可以告诉草莓姐姐吗？羊来了，猜一种水果。草莓吗？是不是？你答对了，我们大家帮她拍拍手。你们都有听过这个谜语吗？有啊，他们都有听过，好厉害啊！好，那我再来考一个难一点点的，好不好？请问。我找，请问刚刚主持人姐姐有说过，我知道是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吃到好吃的草莓，对不对？请问你们可以告诉我吗？在冬天的时候，草莓会比较大颗，比较甜，是在差不多几月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可是现在天气有点不一定，你讲一个对的月份，我就可以把礼物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请问谁知道？这很难选呢。好，我来选一个小朋友，等等我哦，我来看看。好，这样很聪明，就是你了。穿红色 T 恤后面这个弟弟，弟弟你在爸爸肩膀上面这个，爸爸肩膀，等一下帮他按摩一下好吗？弟弟，你知道草莓大概几月的时候可以采吗？你选一个月都可以。他说几月？你说十二月吗？是不是？好，算你对，十二月刚出来。我们大家帮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小礼物，谢谢谢谢妈妈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来拿小礼物。现在这首歌，我相信小朋友一定有听过，你们有听过？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，有听过吗？有，好，那你们唱一次，我听听看。预备，开始。捏泥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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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来比赛一下，看是这边比较大声，还是这边比较大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刚。脚勾勾脚这样子，那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不要踩到洞洞里面去哦，好不好？问问所有的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，请把一只手变成一个五，一起大声倒数，五、四，不够大声哎。好，一起唱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好厉害！八八，捏泥巴，捏一个圆圆，捏一些方方，天气亮笑着，八八八。好，开车车，再一次，捏泥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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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捏一
嘴巴，来唱吧。好，再一次看看哪边比较大声呢？眼睛。好厉害，大家帮自己掌声鼓励鼓励，超级厉害的，既然讲，哎呦，再来把礼物送给大家好吗？